如此的简单而已。对，就是感觉可以来这里休息，就环境也
超贴心的。之外呢，其实在这个竹科的概念店里面呢，它其实还有一些包括让你呢身体健康运动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的一些课程，检测也有。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比赛了。比赛来到的是三局的上半，高宇杰战略陈子豪，一号重炮陈子豪，一号重炮，快呀！对。还是没有得分，连续14局没有得分了。那么现在呢，还有没有人呢？摸彩券还没有投入摸彩箱的。53:1结束。好，有没有想要跟我的亲笔签名照想要的举手？啊，不想要吗？那不想要。自己收起来了。对对对，现在没举手的呢，待会抽到的话呢，就不给你。亲笔签名拍立得，所以这张照片是独一无二的，你也不能自己洗出来，好不好？有5张，来，请果果抽奖。第一张，00800080是谁？恭喜你！好，这边也有哈。哦，第二张，00004。恭喜！再选两个号码给我。第三张。00171。17号，恭喜。最后两张，最后两张，有没有想要我抽到几号的？我听听看。2号。你红中的背号。一号。猜号，跟你猜一号。一号。回到转播现场。00001，恭喜一号的陈子豪，对。最后一个。最后一位。几号呢？最后那个是人工转换，变成比较大的落差。哦。跟你猜一号。三号。对，00003。六位朋友，怎么称呼？周浩正朋友。哦。被果果认识了，有没有？跳号，有没有？而且后面还有别的奖项，也可以抽展元哥的台历的。没关系，你摸彩券还在摸彩箱里面，都可以有机会抽到最后的大奖。没错，最后的大奖。OK。开始。只是连喊2号、1号、3号都抽出来了，这就是人生了哦。人生也没什么哦。抓起来，生气。有北东，北东。哦，那个也还好的，是不是？可爱的。很凶狠的三阵对手。然后两块啊，对决吧。上了，哈哈哈哈哈哈！
局呢，这边有多增加一个桥段呢，要抽签名照哦。对，要抽大奖，大奖。大奖也没有多大啦哈、哦，就是最大奖。徐展元的签名照，有人想要吗？有，那我也想要。那让果果来抽，抽到二号，他可能会马上去买十杯饮料。那个名额很珍贵，就一张而已，就一张哦。好想赢韩国，好不好？哦，这个独一无二的，好，独一无二的。好了，那就这个时间呢，赶快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是第一次哦，大家应该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 Y Sports 的足科概念店嘛，对不对？哦，那来到足科概念店，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稍微介绍的，有很多的尺寸很齐全的运动相关商品啊之外。我觉得呢，现在我会比较，你很想要运动，又很，但是缺乏人家帮你规划。规划。嗯，要规划一些课程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中上正不正确。对，不知道正不正确。有时候你在家里面做仰卧起坐，做了半天，结果小腹还是那么大。对，练到别的地方。练到别的地方了。对，一个不太正确的方式。我们现在讲求科学化的管理，那个我们还在杀猪工，人家都已经上太空了嘛。所以来这边呢，就会有专业的哦，这个人员呢帮你规划运动那些课程。好了，比赛继续进行啦、啊。志豪。哎呦，这个半局中心兄弟五局上半呢，我常常讲说，这个半局大家的期待值可以很高。为什么呢？因为是三四五棒开始打哦，就是在教大家看球，有时候有不一样的乐趣啦。哎呀，比较有机会得分、哦、就是这个半局刚好是轮到三四五棒这个上来打的时候比较容易得分，因为三四五棒比较强的嘛。林志胜呢、欸、喝啤酒今天只要卖全杯打，哎呀，有三十位朋友有一号的请举手，一号是谁？一号来请起立，我们一起就站在原地就好了，好，准备跟果果猜拳哦，请听我的口令哦，剪刀石头布哦，来准备，剪刀石头，剪刀石头，剪刀石头，来准备，剪刀石头布，恭喜，来请到猜赢的呢就请到面对我们，你们的左手边这边找工作人员报道。一样就好。二号。二号。一样就好，一样。我会出布。来，准备啦，剪刀石头。来，恭喜你。来，三号。三号是。剪刀石头。我不告诉你。没有。对，我们这一次呢，你就是随机喽。好啊，刚刚果果已经给了两个优惠了，来剪刀石头，过，三，我们球迷厉害哦，三战全胜，来准备剪刀石头布，哇，哇，那输了来，果果平常你有常看到这位球迷吗？哦，很常是不是？很多活动的，那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喽，我出。剪刀的下一个，欸，我投这个嘛，对不对？剪刀石头，我投单嘛。来，准备剪刀石头布，耶、yeah! ！来，请到那边呢，拆单双。再来是五号吗？五号的朋友在哪？哦，那位小姐。五号的朋友，我五号，我抽出五号。准备好，剪刀石头布，耶、yeah! ！来，请到。工作人员那边去押宝单双，现在是3-0啦，哈，是单数。六号，来，准备剪刀，好，他随机，剪刀石头布，赢了。他不喜欢只叫一个人输啊。七号，就轮到七号的朋友。
七号。剪刀石头布。不行，图文大放送了。八号，人人有奖。八号朋友，来，八号朋友，给你个机会，那看你会不会赢。来，准备，剪刀石头布。哇，好，那现在前面已经有一个机会了，你要不要愿意？你愿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啊，我也很常看到他，真的很常看到他。是哦。所以你要说你愿不愿意再给孩子机会？我愿意。你得到了，如果说我愿意。来，准备。剪刀石头布。耶！来，记得把蒙台剑拿出来。这是几号？七号吗？这个是。8号。8号。你记了你是8号吗？这位朋友，你是几号？你几号？8号。那是9号。9号。9号。9号的朋友注意了，好，来准备剪刀石头布，恭喜获胜。10号，10号是谁？这个不太想让他，对不对？对，我不让。好不好？好啊，你就只有一次机会哦，你就只有一次机会哦。来准备剪刀石头布，耶！三个七个，所以这边应该就8个喽，对不对？对，8个，没错。哎呀，一半一半，单数的7个，单数7个的举手。好，看一下这几个，好，看一下。双数8位朋友，好，其中在这边比较多。好了，谢谢。那大家可以稍微先休息一下，好，因为我已经开始了。再来一个好球。三阵，两好生坏了。准备要去颁给 MVP 的，就是会展名签名，我的签名，是的，抽，还有这是有奖征答，不是抽奖，好，没错，由果果来出题，来第一题，会有3个题目，然后呢，大家听完题目之后要听果果，我会喊说，请抢答，大家才要举手，好不好？然后我选一个最快的，对，好，来，请第一题，请问，第一题，请问。中信兄弟目前的总教练是谁呢？等一下，来，灯灯灯，我来听。是，来，果果，你这边也可以看啊，对，看一遍，好，一个角对，好，准备听我喊哦，请抢答之后再。等一下，准备，3、2，请抢答。由果果来指点的，然后以你为准，搞不好他会答错啊。他的他真的蛮快的，我们毛毛先生。答对了。邱昌龙答对。总共有3题3颗，好不好？那这次换我喊321展员哥看。好，我们一人看。我们先问题。题目出来，请问中信兄弟啦啦队 Passion System 里面的成员，请随机说出3位。Passion System 成员，对啊，三位，对，三位，还是全部也是可以的。哦、全部总共多少？总共有没有到16人的？哇，抽3个就行。好，来，美，请抢答。大家都这么超厉害的，我觉得是我选那位好了，跟刚刚吴俊伟一样黑的那个，就是你那个长板，哎，跟吴俊伟长得一样黑的3个，可以讲果果，可以啊，你一定要讲果果，那我就不会送出去。果果还有谁？云二，谁？云二，好，八
短机，恭喜！恭喜！好，最后一球，最后一颗。中信兄弟哪位打者的绰号叫做大师兄呢？那首歌亮到啤酒的那一位是谁？对啊，很简单哈、哦。谁叫做大师兄？我倒数三二一哦，一。我们一起看。好，我们一起看。好，准备。没错，到还有个现实，我们有个大合照，我们这个纪念一下，纪念一